新锐宣布，输掉的人平局。金用迅、徐小诺、王祖豪、任思彤胜利两轮，所以赢了。我赢了。输了的队伍张思、范宗一同王蒙、朱可儿。我怎么可能输？你是不是输了？按团队分的是吧？对，那我早说不认输了。我赢了。输了的让我一个人抢了所有人吧。一同王蒙、朱可儿。好吧，行吧。要对对方行礼。什么什么？痒吗？非常的痒，痒到一个不行。来，我给你抠一下。不用你抠，我不要抠。你坐下。什么？我要。我们不是四个人吗？哎，我跟你赢了呀，他们两个人输了呀，那为什么是我们输了呢？好吧，你对呀。对呀。我们两个赢了呀，他们两个输了呀，那为什么是我们输了呢？皇后说话。Siri， 你说一下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在整我们。为什么呢？你们干嘛？你们要什么？就是打你们呢。而那一轮不计分。那他们俩可以重来呀。哦，不计分。哦，对对，不计。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那早知道不认输了。没办法，我不知道。是要打我们吗？但是服务行礼，行礼吧，对吧？前言说过的，朱可儿和任思彤那经常洗你干是是是是是，不是没开始不知道是这个团队分组是这样的。让他们打一点都不会赢，来，你来演四遍，那就赏他一丈红吧。来吧，行礼吧，那就。你先干，先把你该干的事干完再说。要行礼，行礼啊。娘娘万福金安，娘娘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怎么行啊？万岁！祝你们长命百岁！那是千岁啊！永生，永生不老，而且没有爱人。放肆！呀，那就赏许常在一丈红吧。妈呀！祝各位白头到老，断怎么一直在行啊？不是行了好多次了吗？祝各位点评一下，那个很好啊。